and pineapple apple pan. PPAP?冠冕，他讲话能性狗屎都能吃，打呀打呀，互相伤害啊，打呀！我跟你讲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没有说错哦，很重义气吗？也三角，不叫铁三角，隐性不好，非常不讲义气，一个一个来，是不是？我挑最强的打，这里的每一天每一秒，揭开他们的恶习，最惨的时候，非常不讲义气，一个偶像，不讲义气，爆了非常夸张。 是不是一个一个来？我觉得他要打我，我被踹了。爆了，别疯了，小梦想。爆！好，各位，让我们恭喜获奖者：关明阳、韩春阳、陈楚翔、冯可。掌声在哪里？ 哇！OK， 接下来还有一位啊。 悠悠怎么了？悠悠怎么了？悠悠说我屁股太翘了。 OK， 好的，春阳的身材非常非常棒啊！悠悠在后面看的十分的真切。春阳，请问是从小就这样的独领风骚吗？也没有，就是参加完美假期之后了，开发了自己的潜力。对，就是开发潜能，解放天性。解放天性，对，开了。对对。解放的相当彻底。冯可，请问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放弃 cosplay， 然后转型走咱们春阳这样的路线？他走不了。臣妾做不到。你有努力过对吗？我试过，我争取过，但是我真的做不到。难度太大。对，楚翔，现场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还想不想吐槽谁？吐槽谁？吐槽悠悠吧。谁？吐槽悠悠好。悠悠，准备接招。楚翔大哥要来了。咋了？怎么了？ 啊，咋了？OK，好，吓死我了，吓死你了，吓死我了，怕一怕就好，准备开始了，楚翔，预备，起，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体力比较好，那我们先来比俯卧撑，开始。OK，坐票坐下，不要搞事情了。但是先大家，我跟那个大家说一下哈，我出场费，不便宜哦，我不便宜哦。 是吧？我站一边，我和他误伤。我能离远一点吗？对，太高。楚翔，开始。看你做的快啊。开始吧。做什么？看谁先做60下。做什么？俯卧撑。哦，脱衣服了，脱衣服。好。这手就手机。这搞什么？啊！男人之间的战争。卡住了。啊！ 直接拼体力，60个伏地挺身，60个，看你这快了，60个，60个，给你，给你拿着，连续的，对吧？你真会玩哈，来，什么时候开始这么玩的？开始，好来，预备，这不行，开始，开始，哇，好棒哎，行。 七七七七二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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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
辛苦了，悠悠。不是我的腰，你的腰，没事。
是吧？因为啊，创可贴可能我有点老，有点老，对腰有点刺激了。没关系，还有一边呢，还有一边，哎，对对对，还有一边，还有一边，放心啊！再次掌声送给悠悠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这三位算是赢了啊，各领风骚。我们赶紧找个正常人来聊一聊，不要忘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哎呀，还没完呢，那两位，对。我就是被他带坏的。我们接下来要找个正常人来聊一聊啊。关明阳现在在这个别墅里面，他刚刚也获得了这个奖。明阳你好，明阳啊，你啊 ，Hello， 可哥好。你什么奖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。818最佳主播奖。啊，我要得奖感言跟大家说说看。被他摸死。啊啊，我得这奖咋的了？不是不是，我刚刚只看到悠悠和翔哥那一段了，我觉得就是悠叔的腰好像没有翔哥的腰好。爆发很好。对，我突然间觉得翔哥的爆发力很好。然后我获得818这个奖吧，其实我挺卖命的，888让我干啥我就干啥，累死我这三个月将近啊，是给我整迷糊了都。明阳，你跟另外三位得奖的朋友，除开性别不同之外，还有哪里不同？请问？性别不同，还有哪里不同？对，没有吧？名字不同。啊。在直播的时候可能比较。对，我在直播有可能跟大家玩的东西不太一样，对。不太一样，对吧？对对对对，嗯。好的，那你今天想要请谁来帮你带领这个奖？带领这个奖，我请周晨曦。周晨曦，来，周公格。好。周晨曦。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四位粉丝来为四位获奖者颁奖，有请。哎呀，哎呀，哇塞哇塞哇塞，我的照片，哦，这照片，我的照片、哎，谢谢可爱的粉丝们，谢谢老关的，谢谢再自拍照，谢谢，哦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再次谢谢，谢谢还是照片最帅啊，我也加你微博，可以，谢谢还不可以啊，拜拜，哎，等会儿见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还是觉得我照片比你的帅。谢谢所有的粉丝，谢谢，也恭喜四位获奖者，各位请回到自己的座位，谢谢，恭喜。怎么了？